那谁啊，戴护眼镜干嘛那么恶心？小智呢？他是，好疼啊！是谁的护眼镜？哎，疼死我了，闪到宝宝的腰了！到底是谁这么残忍暴力、不择手段、手无轻重？ 居然对我这个青春无敌美少女下这么大的狠手，到底是谁？又是你这个讨厌的臭丫头！我一猜就是你。说，你，等会儿。 放开那个仙人掌，让我来。老公。